和男人聊天的时候，回复信息字数别太多，不知道怎么回复就用表情来代替，也别回复得太快，要有自己的节奏，每次秒回显得你急切，没有自己的生活。不要打大段大段的信息，会让人有压迫感。不开心的时候发个委屈的表情，让男人来取悦你，比你巴拉巴拉说一大堆怨妇的话要高级得多。朋友圈不要更新的太频繁，一点神秘感都没有。哦，对了，男人发来的信息也没必要句句都回，要学会每次只暴露一点点，让男人来挖掘你，他们就喜欢这种 feel。 沉得住气一些，高级的女人都是这样。